假如游戏武器会说话，他们会说什么呢？ Hello 小伙伴们，我的名字叫铸铁短弓，只要给我装上弓箭就能进行射击，射中的生物就会造成伤害。我的大哥还有龙骨弓、脉冲弓。一把破弓箭也好意思说半天，别看我小，我左轮手枪的威力可比他大多了，而且拿着我在手上，别人还以为你是一个警长呢。左轮手枪都能当警长，那我冲锋枪算什么？就算再来十把左轮手枪也比不过我一把冲锋枪，所以左轮手枪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射速快又有什么用？谁有我狙击枪攻击力高？就算我半天开一枪，那我也是一枪一个，我让你们连攻击我的机会都没有。怎么天天有人吹牛逼？真当我火箭筒是病猫子是吧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所有人一起上，看我能不能一炮把你们全部都给解决了。